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但是权哥呢，其实也算是一个不是专业，但是也是蛮优秀的家教老师，教英文嘛。今天呢，就带大家一起，这两个小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优秀，所以就不知道今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嗨，嗨，我今天带一台相机来。因为我想要把我们上课的情况录下来，你又觉得我的鞋子很酷啊？长颈鹿的鞋子？你去非洲吗？你去非洲买的？这是你买的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看，就你看起来很漂亮，本来就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放假？对，好好哦。你看我的 T 恤，哦，还有花哎。我看，哈，好。那项链是什么？哪个项链是什么？项链啊？嗯。这个项链就是会香香的。你不是不然你闻？有没有？不然你闻。是不是香香的？臭的，臭的，臭的。怎么臭臭的？Right。现在为什么会白白的？你看一下。Is that glue? Glue 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胶水，是不是白胶？对，白胶。Right。那我猜为什么其他都没有白白的？因为它不是用白胶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回来的时候，它就掉，然后我就自己用白胶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让你们练习一个东西。仔细看，这边是不是个正方形？嗯。好，正方形呢，旁边有一个长方形，对不对？然后长方形里面有几根线？三根。好，长方形里面有三根线哦，对不对？圆形里面有一个点，圆形的上面又有一个点，然后一个小虫，然后一个笑脸。好，看好，再看一次。用头脑想，一个正方形有没有画出来了？好，然后旁边一个长方形，长长的有没有？然后上面几里面几根线？三根。好，非常棒。然后呢，有个圆圈，对不对？嗯、有没有看到了、啊？里面一点，有没有？上面有一点，上面有一点，旁边是什么？旁边有一个虫、嗯。对，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旁边又有再一个小点。好，很好。是不是你们用像影印机一样？你们知道影印机是什么吗？嗯、你知道影 copy machine 你知道吗？嗯。对，所以就是嗯，就这样记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你想 A 怎么写 ？A。看到了吗？有没有、嗯、A 怎么写？这样。大写跟小写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 ，Z 怎么写？好，好来，那 circle 呢 ？circle 是什么词？圈圈是什么词？名词。圈是名词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谁教你把笔放在那边？你从哪里看到人家把笔放在那里？老奶奶，英文老师。你的英文老师会把笔放在那里？对。好，来，但是 circle 呢？Circle 可以当名词，也可以当什么词？也可以当动词。What? 我们知道 Circle 是什么 ？Circle 是什么？圆形。圆形。OK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把它当什么？我们要把它当动词的话呢？意思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圈。画圈，对不对？所以 I will circle。A circle 意思是什么？我会把这个圈圈圈起。好，叫 circle a circle。I want a circle a circle， 意思就是我要把这个圈圈圈起来。这里呢 ？I 要发 I， 因为怎么样？好，妹妹讲。后面有 E。因为 I 的后面有什么 E 对不对？不是有 A。Now A。你看，你。我们在看这里了，小姐，我们在看第三题了啦。这个 hospital 的 e，i 是 e， 没错。但是我们在讲这个，所以你告诉我这个 i 要发什么音 ？i， 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后面住谁 ？e，e 对不对？那你不要看着我。spider， 好 ，spider 对不对 ？spider 是什么？蜘蛛。
Spider-Man 是蜘蛛人，所以 Spider 是什么？蜘蛛。There you go。所以第三题 ，Tell me why did you guys circle spider? Why? Because 因为 because 它是什么 ？It it 然后嘞，不是叫什么 ？It's not a place. Very good.妹妹换你。Why did you circle spider? Because. Very good. 它是什么 ？Because. Because. It. It. Is not. Is not. A place. A place. 对，好，非常好。